眼瞅着要包烟了，你休克挺长时间呢，你不得仨月啊？我都老长时间没来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自己偷的啊？挺厉害，你没抠坏就挺厉害。那该花钱是花点钱，别万事不缺人啊。不是说不花钱，这太远了。你咋整？我搬来那个搬来南岗这头几年啊，我还跑向王去剪头发呢，来回打车花小四十块钱，剪头花30。太远了，不是花钱。